心事重重的也夹杂撕裂的害怕，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Hey everyone, it's Angelica from Juju Planet. When it comes to the best colleges in China, Tsinghua and Peking universities are on the top list, which are comparable to Harvard and Yale. We recently had a chance to meet two straight-A students from top universities in China. Yet, they're both super active in their fields of interest. One is a social influencer, while another is a singer. So how do they balance their study and life? And what are some mutual characters of these non-typical straight-A students? Let's walk into their life. 我叫吴中奇，然后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之前本科在上大学就读，然后我就是一直在做自己的原创音乐，包括我的词曲编混什么之类的都是自己在搞。那你现在大概有多少粉丝？我在网易可能有10000多吧。我叫靳天辰，今年20岁，是00后，来自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的是经济方向。我的课余时间是比较多的，每周大概有20多小时是上课的时间，刨去写作业的时间，可能剩余很大一部分时间，我都是用来做博主的。从最开始的写脚本到录制，到后期的剪辑，都是我一个人做下来的。喜欢唱歌，我觉得就是从小吧，然后开始做这种音乐的话，可能是从初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家初中的时候就可以允许我玩电脑了，然后就可以在电脑上做音乐。这样我觉得音乐是一个习惯，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一个什么事业或怎么样，可能就是写歌写歌，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可能我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乏味。分享的主要是从二模的620多分到最后高考的将近680分这样一个过程，反响都很好。然后我就灵机一动说，哎，为什么不在小红书上做一个专业的分享这些内容的博主呢？就是也不是说我做音乐就会影响我当学生，我当学生就会影响我做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和谐共生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如果想创作一些很好的歌曲的话，你必然要经过一些知识的汲取，如果你没有做学生的经历的话，你觉得就出来写，我觉得是很容易变得大而空。可能大多数人对于清北学生的刻板印象就是只会埋头学习这样子的，但是除了我之外，大有人在的人有他们自己的闪光点，所以不要把清北的学生当成一种好像学习机器一样的，其实他们玩起来可能也非常的厉害。老一辈的学霸的看法可能是比较古板的印象，比如说老一辈看学霸可能真的是一天天的只是沉浸在课本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子。但是00后新生代学霸可能过得更加丰富多彩一点，除了学习之外，课余的生活非常丰富。过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的不管是社会意识也好，制度上的一些东西也好，大家对于一个人是否是人才的那个考量是相对现在比较单一的，就是你的成绩如何，你的学校如何。然后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标准，对于所谓的学霸而言，他们可能要在学习或学霸之外找到一些更多的支点来支撑自己适应更多的考评体系。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学霸吗？不觉得，我不是那种会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的那种，然后我可能只是在学习上比较得心应手一点。最近有一个比较热的词叫卷，就是内卷。
说的就是大家竞争非常的激烈，导致平均的分数越来越高，所以身处在这个竞争环境下的人，大家都不得不更努力的学习。比如说就是在图书馆或者在自习室里看见那么多人都在学习，甚至有的时候在食堂看着有人站着吃饭，就是为了早点吃完，然后呢赶紧再去学习。甚至后来有一张清华的图流露出来，是一个男同学坐在自行车上，把电脑放在自行车把上，一边骑车然后一边写代码，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恐怖的。好的一面就是大家都会非常努力，坏的一面吧，可能就是大家把这个东西看得过于重了，导致自己真的是陷进去了一样，可能自己很多的生活多姿多彩的地方都很难在大学去发现。国内的竞争还是挺激烈，而且我觉得与其说不敢闲，我觉得是不能闲，就是他想闲但是没有办法闲下来，因为有太多事情要处理了，但是大家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社会上的竞争就是这样的，就是适者生存，然后你如果没有在忙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我觉得有竞争就有压力，然后没办法，就我妈做个公司职员，每天回来还忙忙叨叨的说今天又怎么烦了之类的。我大一刚开始的时候是被这样一个状态所困扰的，但是现在我比较跳出来了，我觉得除了拼学习，我还可以发展很多自己的爱好。最重要的事情是快乐，因为大学压力太大了，就是快乐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它非常重要。我之前就是因为压力，就是也有过心情很不好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就是要找到自己出口吧。像我可能就是把自己疏解压力的那一部分放到音乐里面，就是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疏解压力的方式。闭上眼后我是安全的。高一一上来的时候，我是绝对不敢去奢求北大的，因为我的高中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高中，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名气的高中，每年考上清北的人数可能不超过两个，所以当时我是不敢奢求北大，甚至不敢奢求985的。高中一个年级是150个人，我一进来的时候考试是只有排到60名的，但是后来是一点一点往上追，从到前10到前5到前3，然后最后的高考成绩是年级第一。我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我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想要做到极致，做到最好，所以在60名的位置我是特别不甘心的。其实挺逗的，就是我看到别人学习我心里会不舒服，所以自己会加倍努力想要超越他，这样一个心态。高考就是那种非常的压抑人，起得很早，每天5:40就要开始上早自习，上到晚上11点多，暑假可能会回家坐上一两次，但是其他的时间都在学习，持续了2年吧。没办法，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和我爸妈给我灌输和引导的观念就是，如果你想更好的做音乐的话，你的高考必须要好，因为你要走出这个现在的这个圈层，才能给你的音乐做更好的基础吧，积淀吧。那你最后高考考的还行吗？就还行，631。就排名什么的，还记得吗？当时的排名？800吧，差不多。我们班出第4、第5的状态。我们学校从我们上一届开始才有一个人考上北大，所以我属于我们学校第2个裸分考上北大的人。当时我是北京市第20名。那
当年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有多少？大概在5-6万这个区间。所以是一个非常，还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对的，对的。高三是到9点下晚自习，这个期间基本上除了吃饭，是完全被安排满的，甚至是吃饭的时候可能都要一边吃饭一边去写作业这样的。说不苦肯定是假的，说苦吧，所有人其实也都能过来。我是保过来的，我当时在本科的总成绩是第一。那你当时你是怎么保持的，一边在坚持音乐，一边还能考就是第一名的呢？我可能对这方面有一定的兴趣和喜欢。当时做音乐可能也就是找了一个仓库，然后找了一个地下车场这样，然后在那种地方一个人做音乐。去录啊，去做编曲之类的。每次我分享学习方法，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在我的评论里或者私信里，就有同学给我反馈说，用了这个学习方法，自己在哪方面有所提高，或者有的小粉丝跟我汇报某某次月考或者期中考试自己又进步了，这样子，自己看到还是非常的欣慰的。在大学期间，我觉得找到自己一个未来想发展的方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现在找到了吗？也算是正在寻找的过程中吧。大概的方向可能还是去找一份经济相关的工作，因为我本身喜欢经济这类，而且还是想继续做一个博主，做一个斜杠青年这样子吧。有自己的主业，有自己的副业。比较灵活的一种人。你会一直做音乐吗？对，我会做到我做不动的那一天。我之前想过自己老了以后的状态，就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有一天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剧场，不管是在哪儿，然后有自己一批很忠实的听众，然后可能我60岁了，在那个剧场里面唱歌，在一个自己的剧场里面唱歌，还有人过来听，就大家都退休了，然后没有事情干，然后坐到你的剧场里面听你唱歌，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像潮水汹涌，像夜幕低耸，像一切你的失踪，像波澜不惊的空洞，某个无法预名的时刻，闭上双眼我是安全的，这一刻被你吸引，尽管黑的夜已降临。